找到了，在这儿。我今天想给大家看一下超市里卖的一款零食，这零食应该是狂欢节时期才有的。你看这个画的这个狂欢节的面具，但是狂欢节期已经结束了，它是在二月底，假期也已经结束了。这应该是超市里还有剩余的存货。然后这个零食呢，吃起来就是特别像国内的一种花傻子。就以前过年的时候，可能就会经常吃到。给大家看，它这个碎，尝一下，这口感特别像，但是呢，太甜了，比国内的馓子甜很多。你看上面撒的满满一层，全是糖粉，味道还不错，就有一点接近那个馓子。然后，小朋友少吃一点。